大家好呀，我是喵喵喵错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想继续玩我们的《失心者黑暗世界》了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加个赞哦，订阅我，谁知道我的这影片。So, 我们接下来是看打冰骑士好了，然后打之前我已经把天赋没有，我已经把图景就是锁得七七八八了，然后所以不会有出什么问题。然后冰骑士他的天赋呢是每一次施法都会获得一个虚武，然后每一个普控都会获得一个修魔，就修武的时候是加攻速加我们冰属性伤害，修魔它是减一冷却时间跟加二的冰属性伤害。然后他专属技能呢是对最近的两个敌人造成那个100%的那个攻击，然后对自身增加一个冰原哦，感觉他有点像法师，但是是一种神奇法师，不知道，我们大家看就懂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变身属性书，哈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这边先，因为他说还要一直放技能嘛，对不对？他放技能，他的攻速会就会变得比较快。然后他属于冰属性伤害，哈，冰属性伤害，所以我们就弄个寒霜爆破出来给他试试看，好像可以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冰爆重击。冰爆重击药吗？感觉可以，走吧，试看吧。或者是我们直接给他，全部都是属于这一种的。还是给他物理伤害，反正他都是玩物理，好像也是可以，走吧。So, let's go。犹豫那么久，不如直接打，对吧？好。然后走个中间，变个身压压惊，去吧！啊，就他打我皮四，他打我皮四，他打我皮三，完了，有下去的，王打错人了，哭了呀！一打错人我就要输了，哦。那我早就拿到他的吗？我觉得没有问题。这给你 ，OK。那我们这边再走一个直播文，这样。哦，还是属于有点远程哎、欸。这是近战的时候可以拿到。哦哦哦，可是他好像也是可以拿那个属性。对，再打对一波，再打对一波。可能我没看得太清。对耶，他这个也算耶，你没有注意到吗？可是他这个不算他的技能耶。哦哦，有大概了解到了，只是要怎么弄成，就是他两边都有吃到，还是一个问题。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放一个这一个嘛，因为这一个可以增加那个冰元素之类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攻击力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这个冰霜爆破，然后再放一个他的专属技能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试试看吧。希望这样就没问题。希望你在上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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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上一点点，这些给他，这给你好了，没问题，走吧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治疗师，哦，我们好早就拿到治疗，有点吓到。那我们这边哦，冰箱突刺，可是这边有一个。治疗术二，我们肯定先拿嘛，因为治疗术二，再讲说二等都比一等强吧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打击，去吧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里我们再走个
冰箱突刺嘛。那奥哈这一个技能也不错。OK， 好的。然后这信给他，我看看哦。他冰箱突刺应该没办法合上去吧，对不对？是，没办法合上去。那就先放这。再走紫色的门。这个给你。OK。可是他打那个好像要跑去前面才能打到，是我错觉吗？为什么可以跑到那么前面去？等等，再来一个惯性打击，你不要跑去前面的大哥，你跑去前面你会让我犹豫不决。哦，你看有时候会跑到蛮前面的耶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放吗？再试多一次。如果真的因为这样而要让他跑去前面的话，那我倒不如再换一下，换一个岩爆术之类的。为什么有时候要走到那么前面啊？我有点不太理解，真的。打一次网看看好了。那我们这一边会需要再生祝福嘛？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寒霜波纹吗？我们需要寒霜波纹。如果说真的想要把那个东西合起来的话，我有点搞不懂了。你到底是打什么的啊，哥哥？然后这边全部我们都拿，这给你，这给你。然后剩下的我们应该不太需要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升上去一次。然后先把一些我觉得没有用到的东西先给卖掉，79块买不了东西，走吧。这边我们拿一个增防波纹好了。哥，你不要走前面哦，哥。不理解，等等，啊！我刚才有点懵，等等，哥。你难道是因为拿着那个东西，所以你才跑去前面嘞？还是因为你的设定你跑去前面嘞？还是因为我对他好像是因为这一个东西，他会跑到前面去，是吧？好，我要试试看拔掉，如果是因为那个他跑去前面的话，其实有点不太妙。好吧，我们拔掉，我要放什么嘞？其实拔掉好像也没什么东西要放，这个吧。中间去吧。哦，拔掉过就变正常了呀。OK， 那我懂了，那没事了呀。我们就给他全部远程的东西吧。所以斩击我们不能再拿了。反而是冰箱突刺我们可以拿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走中间。我觉得那个突然出那一个波纹还是有点怪怪的，但还可以叠很高。这我可以给我技师换上去。这里的话肯定是走天然之印嘛，那等的天然之印很强。然后这里我们先走个冰原刺，
兵员是可以给他，我们可以不用升级上去，而且因为弓箭技能被我封锁了，所以我要升级上去也升不了。我谁懂啊？没有人想过是这样打的啊！看看没什么问题，那我们这边先合上去，给我们的坦克。雷珠不需要，冰原是哪一个吧 ？OK。然后这边再打多一个冰原刺，OK， 没问题。那我们先把冰原刺升上去，放下来。这里我们当然是走指示门嘛，对不对？不用选。加那个冰属性伤害，其实我蛮好奇，就是有啦，我们有一招是有吃到，其他招有没有吃到又是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看这里可以收什么 ？OK， 一人一本，吃下一个压压惊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再拿一个。我看看，嘲讽先吧。我觉得嘲讽还是比较重要一点，尤其是这一个半近战又半远程的家伙，我觉得还是拿一个把那个嘲讽拉上去的比较好。我们的歌姬可以合上去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最后我刷了一次星吧，天然之音跟治疗术。治疗术吧，我们治疗术可以合上去，那我可以存一个位置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然后这边我们肯定走中边吧，冰爆术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背包要满了。哦，好，没事。这里，我想想，我们先把东西卖一卖。这斩金应该不需要了，你应该也不需要了，反正都打算走那一条路了，对吧？这可以合。背包贼慢，我再来看我背包有什么，我要拿什么。天、啊，好满、哦！我再卖一下好了，斩金没用到，还是我拿这一个啊？没有，它这是魔法，它不是冰属性伤害的话可以不要。我觉得说，如果它给我冰属性伤害就好了。天、啊，我买了好多东西，这把我们刷新一次。你也需要？抱歉，我刚才又脑袋又宕机了一下。你会需要？你也会需要 ？OK， 我们的治疗术合齐了。算不错，刷新次，嘲讽，嘲讽不用看，嘲讽一定要的。我们的天然之印也三星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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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冰包，那这边我们先把它卖掉，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用它打过，所以我们目前没办法拿怎样。就先把它卖掉吧。OK， 这里，哦，冰爆术我觉得可以耶。
来个冰爆水好。可这个我就要打很久。是因为要打的那个伤害叠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这里。增速波纹二欸，它不是一欸，它是二欸，二的话肯定打嘛，对不对？OK， 这边我们走中间。哦，紫色门怎么可能不进呢？对不对？没什么问题，那这里随便走吧。39、30跟39拿39块，多多攻击。这里我拿甘霖好了，我们甘霖还缺很多。没问题。我们的波纹已经满了，这里换个位置吧。其实他打的好像还蛮痛，只是需要再叠上去。这打的是个天然之音吗？我就没有什么问题耶。吧，又拿到多一本。先给你吧，这里肯定是拿增伤波纹嘛，对不对？感觉好像还是哪里怪怪的，这是造成物理伤害，这是造成冰属性伤害。这个还没有写，是不是造成冰属性伤害？所以它还是分很多种，就是到底是不是造成属性伤害，然后到底是不是造成物理伤害之类的，就很麻烦。背包有点满，等等哦。OK， 求生意志嘛，求生意志还没满呢，有。好，给一人一本坦克，一人一本防御，应该就很不错了吧？复活次数加加，可以走中间，紫色的门肯定走。没什么问题，有问题被包满。哎呀，哦哟，那还好。增防波纹差多少个啊？我就可以去拿这，好像还差蛮多的。就一眼望过去是觉得还差蛮多的。这边我们肯定拿一个再生祝福嘛，对不对？再没祝福还没有满，哎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先把这一个合上去，再给我们坦克拿个冰爆术，可以换先把冰爆术合上去吧，那就会卡一个位置。OK， 有，合上去之后呢，它是造成魔法伤害，就只是魔法伤害，哭了呀！就我觉得这边拿什么都一样，拿一个80块拿去卖吧。
问题，走吧。冰刷到哪？天然之音可以拿一个吧。那我先把它给卖了。这个，甘霖，我们甘霖还没有满，这个也要拿。小型吃，这个，会饱和满，请等等。被白色满，我天哪！为什么背包可以那么满？这个要买，火上去没问题。你 ，OK， 我没有满的一样东西。这边我们再刷新一次。哦，你突然间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等等。这样会让我害怕。OK， 我们求生意志已经满了。你，我想想哦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拿？这个拿一下好了。我按不到，等等。你怎么？你怎么突然就变成那个样子了？我们回到哪一个时间点了？等等。还没有升级前，完了，我不知道我回到哪个时间点了。算了，随便吧。毁灭吧，世界。你要拿？我好像回到我还没有刷新前的那个时间点，是。算了，那我们再把这两个卖掉，让背包比较多的空间。OK， 我们的冰原刺也满了。但你还是要拿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得拿。还有你，其他的不太需要。你冰霜、铁山、甘宁，你。OK， 我们的针房也满了，好事。小心。他为什么有时候刷新会这样子啊？我不理解。他这样会导致我按不到。这里。求生意志锦衣。哦，回到我求生意志还没拉满的那一个时间点欸，等等。请问他这样我要怎么办？我按不到欸，牛逼！请问我该怎么办？不继续合？走了走了？我看看哦，我是我埋差这一个，算了，开去吧，我快看不到东西了。先拿这一个。你去上面打，不要，你先帮我打上面好了。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耶，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卡在那一个会变成那个样子。这边走甘霖吧，甘霖还挺蛮多的，你们两个在里面。再来甘霖，有甘霖就去拿甘霖了。结果他给我硬币，行，
天然之印我们要拿嘛，另外一个第二个天然之印跳不到也要买。OK， 没问题。这边我们再拿一个冰爆朵，我们冰爆朵还没满，对不对？感觉他这样打好怪哦，肯定说不出哪里怪耶。中间这个是两等技能，所以我们拿两等技能。OK， 哦，他变回正常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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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求你不要再变成一个奇奇怪怪的样子，我就很谢谢你了。咦，那我先把这两个给卖了。嗯，我想想哦，我们还缺你嘛？我们还缺什么啊？就冰爆盾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哪个治疗术嘛，应该没问题。治疗术干。甘霖跟冰爆盾，冰爆盾减三，咦 ？OK， 我们这边又满了多一条，给你。我在想他的最后一个技能要放什么好哎、欸。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好放。可以完完全全跟我们的治疗师一样，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耶。我想想哦，因为他这边是所有的英雄会有一个 25% 病属于伤害。如果说我再加多这一个下去的话，会比较多吗？就不确定，但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再来一个甘霖，欸，其实我不用拿甘霖可以。嗯，那我们这边可以卖掉的东西就其实不卖也 OK， 看看能不能到下一回合拿到更多，放着吧，随便吧，增速波纹吧，增速波纹也差不多满了。在上面好了，是吧？好，完全看不出来。等等，35%，25%加上一个10%，35%，应该有算进去。是，那这样放就没问题啦。这边我们还差什么啊？我们差他的极寒领域嘛。然后还差我们的治疗术嘛？那这边其实可以随便拿。没什么问题。中间，我们还差我们的牧师还没扯上去，我没忘记这件事情。好好好，他没给我。走中间吧，因为这边我们可以拿到多点属性书，属性书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加一点血量吧，我怕他等下像上次那样子 bang 一下，然后我就没有看到他人，他都不见掉了。OK， 没什么问题，是，都变成属性书是最好的事情。再给你一点点的弹，冰爆术这边有一个48块，我先拿一个48块，而且还可以再合上去，变个贵重，没问题。再来，这里对，就这样放吧 ，Go。没什么问题。啊。其他领域，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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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需要大领域。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，再给你多一点的血量好不好，姐姐？我这边再合上去，没有，哭了。这里，你两个待上面，你待这里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再来，冰爆速39、39，哪一个39快的？哦，攻击书，攻击书当然是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再走中间，这里的话我们就换个位置。OK， 没什么问题。有啦，我跟你说，这场他们的血量上来了，基本上没那么容易死。好、哦，然后我完全没有找到祭司，先买一只。我们需要什么其他领域？那我们还需要什么治疗术嘛？对不对？我上去看一下，没有。好的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哦，没有，哭了呀。祭司与我无缘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绍兴，你 ，OK， 我们又和好一个，剩下就是我们的极寒领域。这其实可以拿下来。所以减二也是减二，没有极寒领域算，也没有极寒领域，没有。这里你，我又莫名其妙把一个东西合好了。刷这里，那我们都差不多合满了耶。我可以找一个防御的，我看看能不能合起来。能合起来是好事情，合不起来就算了。OK， 我们没有钱刷新，所以我需要开始卖卖卖。那我还再确认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卖错？OK， 最后一次刷新 ，Go！ 好了，没有，没有的话就这样子 ，Go！ OK， 好，这个可能就是命了，没有就没有了，走吧。先打水，斧头，你两个给我站后面，你站上面，你去，你从下面去扫他们，应该没问题。我看一下。OK， go。 感觉没什么问题，而且我们的兵骑士是越打越强。啊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差不多到此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个赞哦，然后订阅我去找我的最新影片。然后兵骑士升上去了，我们下一次可能就是我们的演斗士吧。你都是够到我们的，到我们的雷灵儿，对啊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这，来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睡觉，拜拜。